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夏日炎炎有它真甜，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好不好吃哦。拿上我的金色大勺，哎呦，不要倒的嘛，兄弟，歪脖子了，像炒矿奶油。哇，这个位置它太好看了吧，好甜啊，好吃。我们吃块这个位置看不见的位置，一会儿给我儿子还要送点呢。我们吃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看不见，他不会发现我吃过的。竟然还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太好看了吧，糖果的颜色，尝尝好不好吃。太好吃了吧，他好像有点想掉下来的意思，那我就如他所愿，我让他这样子，那我刚好可以吃背面。真是个小精灵鬼，哇哦，哈哈，就这个蛋糕你知道吗，我昨晚上我没有睡觉，熬了个通宵做的呢。啊，拌点奶油，哦，啊，奶太好吃了吧，关注我，来我家吃蛋糕啊。